豫东网红河帮的房子马上开建。网友们竟然这样说，众所周知，豫东小老弟为了给河帮盖房子，一波三折，目前已经把所有的误会都化解开了。之前给河帮盖房子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是大力支持。网友们说了，这才是正能量的网红，比个别网红做事情干净利落多了。说干就干，也有网友说，小老弟虽然带着河帮拍视频，有一点是别人比不了的。第一，每个月给河帮开工资，衣食住行都为河帮操办好，目前包括河帮老丈人抽的烟，每个月都给买。第二，小老弟虽然一直拍摄河帮，从来没有过度消费过河帮，直播带货从来没有让河帮占过场。不管走到哪里，你有你的自由，只有你空的时候拍摄一下视频。第三，河帮这个老婆如果没有小老弟的帮助，更不会一直跟着河帮。第四，小老弟带的那么多徒弟们，没有一个签合同的，随你们自己怎么拍视频，更不会拿提成，也不会给你们找摄影师。其实细心的网友会发现，虽然小老弟帮助过很多人，从来不会过度的消费任何一个帮助过的人。所以说，目前豫东小老弟口碑人设还算是可以的。对此大家怎么看？